大家好，我是小虾米。之前给大家介绍彼岸花时，在节目里 Q 了一下摇头机和花鸟卷，没有想到阴阳师官方看到之后立马给我们整来了一套，这回总算是让我白嫖到了。除开上面提到两款外呢，还发来了一款可以发光的灯节，一下子三款手办，一时开箱一时爽，一直开箱一直爽。本期也算是填上之前跟大家约好的阴阳师产品线的坑，来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几款老婆做的怎么样。 No restraints, I'm obsessed with the pain. I ingest, I retain, assess and I change. Possessed by the thought I'll be free one day from society's restraints. Money, clout and fame, a disease, a plague. We all love to hate, have to play the game, have to make a name. All our insecurities are on display. This is war with the enemy. Think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Living in a time where disease is on every screen. I won't let them fester me. I know most are festering. Negativity is a plague for the mentally weak. No mercy, all I got is working. Never stop searching, never quench the thirsty. I'm toxic and psychotic. 首先来看最新的灯节，这款轻型灯其实刚预定时我有留意过，点餐版预定309，看这个价格就可以发现定位应该是个精品。不过实物到手，意外的感觉还挺不错的，1:9的比例，连带灯圈也才25厘米左右。本体在里面看上去就非常小一只，整体的造型采用翘二郎腿来做的姿势十分的妖娆，面部的刻画虽然涂装简单，但神韵还是有的，体现出了妩媚的气质。肤色还原设定会比普通手办显得更加的白皙，而头发是比较偏卡通扁平化的造型，会比较大块面，所以会显得有点糊糊的。往下看就是灯节的香肩和美胸，虽然是个精品级别，但是包括腿部身形线条的轮廓感都挺流畅自然，你们别看奇怪的地方哈。另外身上的服饰结构刻画呢比较复杂，褶皱效果也有刻画，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明显的阴影涂装，整体来说比一些百元级别的精品强，但是相较手办来说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手杖和灯的连接地方非常脆弱，开合要留心呢。下面的灯是夜光材质，设计上还是挺有想法，手杖连同本体都没有固定，可以直接取下。如果你忍心让老婆烫屁股的话，其实还能当个泡面呀。无用的手办玩法加一。而这款手办的重点还得是后面这一圈灯啊，很灵性，平时看着可能普普通通，但是开灯后的效果非常亮眼，氛围感拉满，放到床头柜上当个小夜灯也是没有问题的。而没有附带灯的古董版定价是239，相当于是花了70块买了一个氛围小夜灯。当然有没有必要加购得看大家的钱包衡量，你觉得这种手办附带灯光效果会不会成为一个加分项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妖刀姬阴雨刀舞，观看这个盒子就非常特别，主体平放在里面，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夸张的站柜面积。妖刀这款皮肤可真好看，并且能够稳稳当当的站在地上，就连坐姿都更加稳当。哎，我看这个姿势又可以用来压泡面了。之前的精品就算了，这一手办我可舍不得。虽然定价是799，但是实际到手价会便宜不少。之前看官图就觉得非常像。看到是金属家出品的还有点小担心啊，现在大货拿到手感觉还行，虽然是常规的1:8比例，但是因为是坐姿，所以高度只有12厘米，而下面的软垫却达到了26×29厘米，占地面积比较夸张，想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这款妖刀姬我个人最满意的地方就是面部五官和表情采用了虐写实的风格，感觉会非常立体，而头发的处理呢也十分的细致，刘海部分的线条清晰，层次感很不错，直到后面拖在地上的马尾也都比较流畅。再往下看，再往下这衣服都快掉下去了，我要好好批判批判。可得了吧你，虽然不是植物，但妖刀姬这劲爆的身材可真的是望眼欲穿，你们的眼神可以挪开吗？配合阴影涂装，深深的锁骨窝看上去啊，既有少女感又不失魅力，还有背部这里不拔个罐儿可惜了。整个服饰的覆盖率虽然并不大，但是造型还挺复杂，两条长袖上的樱花图案使用了印刷进行体现，不同质感进行配合比较细致，前面裙摆部分的开叉更是让人浮想联翩，白白的大长腿使用了手感器，摸上去很丝滑，懂的啊。
最后就是作为本体的40米大长刀，造型刻画没有太大问题，涂装上呢也使用金属质感，整个刀身立起来都快赶得上前面的轻型灯高度了。这款妖刀姬在痒痒鼠手办中定价不算贵，那到15个人感觉还行，毕竟这肤白貌美的身材谁不爱呢。混沌万事看绕不受百鬼恩怨，魑魅魍魉怎么区分阴阳正邪，风起云涌是非难辨，谁能脱险，正若正如刀两面。最后就是化疗卷，首发定价949，整体外观看上去还挺复杂的，但是开盒时就是直接一个整体，没有分件。可以看到在造型姿势上和游戏里的原画不同，是直接坐在了画卷上。这款手办名为繁花硬体，所以绽开的花丛和展翅的飞鸟是必不可少，配合特效件把所有元素结合在了一起，幻鸟小姐姐和小鸟相望并伸出纤纤玉手，动态感不错，整个氛围啊真就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头雕部分其实对比原画还是比较还原的，配合动作显得温文尔雅，但是这纯色真放到立体实物手办上感觉还是有点怪啊，不过后面这飘散的头发可以点个赞。三千青丝如瀑布一般自然散开，发梢处随风舞动，层次感很棒。整体部分比起妖刀姬衣服包裹的严实多了，但尽管是这样呢，依旧还是藏不住花亮小姐姐这姣好的身材，尤其是玩带把上半身的线条完全勾勒了出来。今天开箱的这几只痒痒鼠手办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大。这个服饰的绣摆部分其实是一个展开的画卷，上面的图案很清晰，色彩分明，样式手办上服饰的花纹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而下面腿部虽然裸足，但是这白丝美腿简直绝美，线条造型也毫不马虎，并且呢还使用了珠光来体现绸缎的质感，画布这里啊飘去的裙摆下若隐若现的大腿根部，太逗了啊。身下的画卷上有细致的图案，整个画卷其实就是一个薄片，为了将其作为支撑，手办这里则是将画卷里的树枝也伸展了出来作为了支撑，树枝和画卷上盛开的花朵使用了透明件，不过花瓣有点厚啊，看上去显得肉肉的，有点塑料感。从底座上盘旋升起的特效件幻化成飞鸟的形状，使用界面涂装，材质上很通透，不过这也导致透明件之间的衔接处啊非常明显。这款整体的做工水准还是在线的，虽然部分细节上的处理还有进步空间，但冲这意境满满的造型设计，在众多痒痒鼠手办中也算得上是独一份了。三款老婆全部看完，大家更中意哪一款呢？是高质量精品自带灯光的灯剪，还是老奸巨猾手握40米大长刀的妖刀姬，又或者是极具动感美容画卷的花料小姐姐？有入手这几款痒痒鼠手办的同学，欢迎来视频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讨论。今天的拆盒就到这里结束了，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我是小虾米，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I get lost in the words I say.